给我捡起来。他妈的，不就这几本破书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找揍去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位大爷，我这小儿是连夜从淮南前来赶考的，人生地不熟，多有冒犯。这位大爷，千万不要生气啊！千万不要生气啊！千万别生气。国难当头，国民却麻木不仁。你看这里安城，像过节一样。眼看我大宋就要毁在这帮混蛋手里了，相公，我们还要找住的地方，赶紧上路吧。争取榜上有名，然后感谢他老人家的栽培。要说你帮我说吧，来，还有烧饼吗？啊，我的钱都买烧饼了，吃了气的还不够啊？啊？全让我给吃了。就算替大马脸吃了吧，也不能当饭桶吧。李涛，你还没吃饭呢。哦，我吃了吃了，跟我爹一起吃的。等明儿吧，明儿我找赖三，把银子赢回来，我买一堆好吃的，让你明儿俩吃个够。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，一刀啊？我好说歹说说了半天，你到底还是要去赌？你说吧。三年一次的科考，你考还是不考？哎呦，一刀，原本以为就是你理解我，不反对我玩，我天生就是个玩家。你说玩牌，你说玩虫，我玩什么都行，就是一看见那四书五经，我头就大。好，你让我去我就去啊，但是考砸了，这你不能怨我。哎。玩成一秋，但不能玩成一世啊！只要你呢用了心了，好歹也算是考了一回了，也好了却了我爹的一番心愿。哎，我觉得你真的能行。你可真高看我！真的，我觉得你就是个人才。当然是人才了，我要是下三滥，岂不脏了你的眼？就是、我跟你说，一刀。给我个宰相都不冤，治虫治国一个道理啊。哎，你别看虫小，这里边藏着天下二字啊。哦，你看大马脸这么一赢，老百姓跟着皇上这么一游街，你说福王今天晚上干嘛？干嘛呢？斗虫啊。忽必烈都输成这德行，你说他能干嘛？干嘛呢？斗虫啊。你说今天皇上龙心大悦，皇上能干嘛？斗虫呢。连你都看着，老百姓黑灯瞎火，你说他能干嘛？斗虫啊，这么多人一块斗虫，斗出名堂，斗出花样。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呢你？一刀，我预计一个蟋蟀的时代到来了。娘娘，皇上来了。哦，是不是那个小虫子找到了？不知道。后面还跟着一大堆人呢，一大堆人。嗯。臣妾恭迎皇上。
皇上，皇上，哎，皇上，皇上，您怎么了？皇上，哎呀，萧公公，你们这些大人是干什么用的？是不是在抓小虫子？对呀，哎呀，连这么个小虫子都抓不到，怎么搞的嘛？哎呦，回皇后娘娘的话，那虫子不是别人弄跑的，那是在皇上手上，在皇上手上弄跑的。哎呀，你赶紧的，哎，皇上呢？皇上呢？哎，皇上，皇上，赶紧让他穿上龙袍，要是着凉了生病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娘娘说的对，快快快快去呀！皇上，皇上，求您先歇一会儿吧，穿上龙袍，别着凉了。穿什么龙袍？大妈脸还没有长到。哎呀，皇上啊！哎呀，那你赶紧去烧碗姜汤，快去快去！哎哎，急死我了，快去啊！去！哎呀，跑错了跑错了，这一边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先把衣服穿起来，当心着凉啊。叫声了，他就在那边。众亲随朕来。哎呀，这个大英雄，小王孙，小乖乖，小宝贝儿，小淘气儿，这个地方也是你可以待的吗？朕当初允许你是协从议和，是想让你跟忽必烈好好玩玩啊，提个兴致，调个气氛。谁让你跟着斗虫来的呀？斗就斗吧，干嘛非要把人斗败了呀？啊？什么大马脸战胜了黑衣军马呀？纯粹是小不忍乱了大谋啊！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把人家忽必烈惹急了，人家人马杀过来了，
谁能去迎敌啊？谁能去迎敌啊？啊！自从没了岳飞、岳无目，我大宋谁还能担此重任呢？皇上，臣不知道忽必烈是出尔反尔的小人呢，臣轻信了敌人，臣有罪，臣罪该万死。忽必烈是何其阴险狡诈的小人呐！福王啊，你怎么能相信他呢？回奏皇上，老臣早就琢磨着，这忽必烈所使的其实就是咱们老祖宗兵不厌诈之计呀，乘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养精蓄锐，卷土重来呀。行了，现在一个比一个聪明啊。当初怎么不说话呀？朕只问你们一句话：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谁去迎敌？你吗？禀报大元帅，抓住了几个赶考的学子，带上来。是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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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！我看放这些书生去临安赶考吧。或许这些书生盼了几年，十几年了，本帅就成全了他们的好事，放他们去吧。元帅，这些书生对我蒙古军大大不敬，一旦中举，到时候兴风作浪、胡说八道的全是他们，不如现在就杀了他们，以绝嘴患。杀？你杀得完吗？汉文化几千年了，博大精深，渗透在中原人的血液之中。本帅这些年除征战之余也读了些书，越读越觉得自己学问浅薄。孔夫子讲，学然后知不足矣，可谓一语中的呀。待我们一统中华后，他们当中兴许还有惊天伟地、治国安邦之才。本帅怎么舍得杀他们？传我的令，把这些书生都给我放了。放人！不要！快走啊！元帅，高明啊，高明啊！老秀才，你说本帅高明在哪儿啊？元帅，以下观看。您放的不是一群虎，而是一窝鼠。哦，有意思，说说看。这些书生啊，鱼都什么时候了还去赶考？这不是陪着阿斗去送死吗？下官纵观几千年的历史，书生治国者险，误国者多，难怪人家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也。看来本帅不光用马蹄子踏他们，还要用檄文去刺他们。临安城里太缺少远见卓识、振聋发聩之声了。将我新裁的汉服取来。二位可愿意随本帅一同去采一趟临安的热闹？起来！六妈，你忘了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什么日子？对了，今儿不花朝啊！等一会儿，我找一匹瘦马，我眯瞪一会儿，带你出去采花去。是不是睡糊涂了你？你别给我乱扔！我就那么身出门的衣裳，你再给我扯吧坏了我。我今天给你穿新的，你忘了昨天我就给你准备好。新衣裳，瞧，出去玩玩，用不着穿成这样。你跟我开玩笑呢？
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？昨天你答应什么来着？我答应什么了？今天是你大考的日子，你答应我爹好好去考试的。我答应了吗？我就是答应了，那也就是哄你玩玩，说说算了，真是。哄哄。谢谢你干嘛？你可答应我爹的，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。你可不是光说不做的小人吧？嗯，小人不能当，坏人不该当，好人，那好人我也当不了啊。一哥，你就让我清清闲闲的做个闲人吧。不行，起来！什么？起来！起来！哎呦，我没穿衣裳。呀！讨厌！一刀，你们都给我出来吧！爹，你看，懒得快点。四刀，这三年来，我看在你是功臣之后的份上，为你请师傅，拜先生。今儿个，你好歹去科场走一遭，倘若你有那做官的命，说不定也就借梯登高了。如若名落孙山，也让我跟一刀都死了这条心。从此我张不邪再也不说你半个不字，你爱干嘛干嘛去。这里笔墨都给你预备好了，时辰你是不早了，你赶紧上路去吧。快去。嗯。是不想管，哎，可我的指纹可是你。三爷，三爷，今儿还真有点正事儿，有什么事咱改天再说啊。没别的，拿钱来。一刀，三爷救命啊！三爷，你张姑娘，我说你干嘛时时处处护着这甲虫啊？他给了你们家添乱，添的还不够吗？你就是找条赖皮狗也比他强。哎，我说，你要是筹下不出去的话，哎，打我。赖三，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废了。听到没有？三爷，来，比比谁的拳头大呀？比呀！我。看什么看？快走！走！大哥，我不去了，是吧？真的不行不行，给！哎，衣裳我也不要了，来！哎，干嘛不去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是天上落刀子，也得去考。我不去了吧？啊，不是，去呀！不要惹我生气。父亲，菊花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进去了。哎，等等，来，把这个带上，在考场上吃。菊花，我这去考试，又不去越州边防打仗，不用。哎，带上。刚儿，此言差矣。自古考场如战场，我和菊花儿媳紧着肚子不碍事。是。你冲锋陷阵，哪能挨饿呢？你要不带着，那就再吃点儿，吃饱了下笔才有劲儿呢。哟，是老丁头吗？您又来了。哎呦，都考了多少年了，还考啊？原来是吴二爷。哎，怎么今年又是您值少？哎，对。不瞒二爷，老朽认命了，这次是带着我儿风刚来参加大考的。那好，快请进吧。菊花，我走了。哎，好。你呢？
来，进去吧。啊，啊，进去。干什么你？没看大爷是考试的吗？哟，呵，大爷俩字也是你配称呼的。快把你的号牌拿出来。是什么？号牌。号牌呀、啊！这有，来，号牌啊。你小子想蒙人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考场重地，闲人莫入，知道吗？来，这位，来，家里没人逼着，谁趟这道浑水啊？刚才人拦着打了一架，号牌真丢了。你让我进去，填完名字我就出来啊！你给我滚开吧！你快滚！邓清气到，何志云到，胡子光到，于大友到，丁峰刚。到，李传英到，郭一峰到，张鑫到，赵明到。请吧、啊。这位兄台，什么事啊？这位兄台，要看你一身锦绣，定是官宦人家。哎，可有闲钱帮小弟打通关节，放我进去考试啊？也算了了家中心愿啊！哎。哎，鼓声一响，耽搁不得。是啊，我哎，对，这位军爷，本公子愿帮这位兄台的忙，只是在下赵小烈来的时候走得匆忙，盘缠带的不多。本公子一点小小的意思，算是给这位丢了号牌的兄台赔个不是，请这位军爷高抬贵手，如何？请吧，兄台，请啊！啊，请请！坐那儿。各位举子，开考之前，请主考官郑大人训示。各位举子学子，在开考之前，本官先给诸位行个大礼了。老夫要说的是，你们三年的功课准备可能用不上了，因为国难当头，边关告急呀、啊，现在真的不是做锦绣文章的时候。本次考举是放上谕，只是应急举才。老夫做了30年的主考官，深知举才的重要，这是国昌之命脉。请诸位举子发胡论，献计策，救救急。咱大宋要是亡国了，你文章就是写的再好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说，刚才听了老夫的这番文论，为何大笑？你说，你为何大笑？但是我，晚生回大人的话，刚才这位兄台私下对我说，他苦言多日，正是想得退敌之策。刚才大人那番议论，正中这位兄台的下怀，哎，是，所以哑人失笑，望大人见谅啊。哎，是这样，好，有备而来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谢大人，谢大人。你这不把我家伙堆上了吗？我有什么退敌良策？那我说你什么？幸灾乐祸？有道是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莘莘学子，耳闻边关危难，定当血液沸腾啊！今天清点的大考题目是：拒敌之良策，解围于越州。老夫也不多说了，现在就请诸位畅所欲言，即进良策吧。
老夫知道为难大家了，国难当头，容不得大家做金玉文章了，请大家见谅吧。主考大人，晚生40年寒窗苦啊，焉知圣上要作战的兵书，但我为学妃所用，不能为圣上解忧，真是罪该万死啊！天哪！您这不是才开始吗？怎么就考完了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啊！你们这走了的，老夫也不勉强；留下的，就赶快答题吧。好在解越州之围。皇上只是听听大家的高论，请诸位精心策划，妙笔生辉吧。啊，河山破碎，叫我丁风刚怎么不撕心裂肺？不才郑虎臣早就闻说惠娘的名声，这十里西湖又有哪一条红船上有惠娘这等情操？小可愿与姑娘共吟一首岳飞将军的《满江红》，以正视听，一扫西湖上的萎靡之气。
听，你们听，大人，诸位，退越州之敌的计谋，不是靠写的，而是要说的，要论的，我们大家共同切磋琢磨的。越州乃国之动脉，大宋之咽喉，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。今北夷犯我越州，上无天时，下乏地利，更是人和，三利不在一利。今日北军之败，定矣。好，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太好了，太好，好，说得好啊，说得好，真是一语中的，拆宗明义啊。兵不在多，将不在广，刀不在利，关键是你有理没理，不合天理，必败无疑啊。这才是救国之良策，御敌之妙方啊，真是说得好啊，自古英雄出少年啊。三山五岳浩然大地，我大宋河山岂有胡人牧马。对对对，说得好啊，对对对，好，朗朗乾坤浩浩天地，朗朗乾坤浩浩天地，乌云压城腥臊扑面，乌云压城腥臊扑面。虎臣早闻惠娘姑娘深明大义，心仪已久，今日一见，实属三生有幸。小女子乃风尘女子，何劳公子如此垂青啊。这一曲《满江红》，惠娘姑娘忧国侠义之心，何用言表？风尘之地虽脏虽苦，但小女子也不愿意当丧家犬、亡国奴。有道是，宁当盛世犬，不做乱世人。今日是举子三年一轮大考之时，郑公子一片报国之心，应是考举的举子呀。实不相瞒，家父乃是当今主考郑国奴，家父为了避嫌，只能将小生功名舍去。小可心中虽然不快，但敢于家父为人坦荡刚直。今日小可荡舟湖上，只当散心，万没想到能遇到姑娘，实属大幸啊。郑大人，请你禀告圣上，我们愿意投笔从戎，共赴越州前线，为国捐躯，血溅疆场。对对，说得好，对，说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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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碧血丹心，苍天可见呐、啊！老朽定将诸位的爱国之心禀报皇上。皇上先前说得很对啊，你们还是以考试为主，我相信参加这次考试必然会出现越武穆，定得圣上的垂青啊！诸位，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还是以考试为主吧。好好，坐，请坐吧。皆有志，其名三丹兽。哎呀，真是条好虫啊！哎，这个虫的品相比我的大马脸高出数倍。好虫，好虫，真是好虫！皇上遵命，不得喧哗。兄台，兄台，兄台，快看，这
真是天赐良宠啊！你看，横若世子，形若枣红，色沉绝症，斗现金银。你看，牙签，我赢了，振翅有力。哎呀，真是天赐良宠，这乃白鲁将军呐！考场之内怎会有如此之人？真是有辱斯文！我等清白书生，怎能与此类深色犬马之徒同处一个考场？真真羞煞人也！兄台，此虫出身贡院，血统高贵，气息平和，价值连城啊！国家战事紧张，国库空空，皇上还亲批30000白银组织全国会考，怎么会出你这么个大胆狂徒？不似圣恩，竟然敢在此捣乱！赶他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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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赶出去！赶出去！哎呀！赶出去！别吃我的虫！我看这位兄台旁征重影，写的是虫，道的却是救国之策，倒也别出西境，不妨让他将卷子做完如何呀？你是何人？先前说他有退敌良策，后又说他虫能救国，他写什么我暂且不管，但是他在考场之上故意捣乱，我要整顿考场秩序，你在此指手画脚为什么？回大人，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下居住越州，亲眼目睹了前方守城将士死伤病残，如今蒙军大兵压境，一场血洗征杀在即，为了众生的安危，难道我们不该广开言路，想想别的途径吗？刚才我坐在这位假兄台的旁边，见他所写的几行蟋蟀虫论倒是颇有道理啊。什么蟋蟀虫论，简直荒唐至极。我刚才看到这位兄台写道，虫盆四国，操虫者四军，虫术就是治国之术，虫仗犹如一场战争，你死我活的意蕴几近相同。何为国呀？国者家也，同时操戈，伤亡无辜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手中的刀剑，大开城门，成为一家呢？我这一派软骨的论调。是是是是是，把他赶出去，赶出去！来人呐，把他们两个抓起来！吴二爷，里面怎么了？啊！怪了，里边打起来了！啊！不可能，先生，住！来来来，元帅大难在即，还等什么？杀进去得了！元帅有令，这里一切都听我的，回令斩斩。郑大人，下官有急事禀报。大人，下官刚才打听到了，那血虫精的假声可不是一般的主儿，他乃贾妃的亲弟弟，当朝国舅爷爷。怎么没人提起此事？就因为他不爱读书，只玩虫，几年前让他的父亲赶出家门，所以才无人提起他呀。原来是皇亲国戚。您拿赵小烈呢？我看他武艺高强，品质非凡，此人也是非等闲之辈啊。刚才我查名册，上面写的是越州药商。不管他们是哪家的皇亲国戚，或者是哪门哪道的商人，只要落在老夫手里，那就要按法律办事。一句话，赶出去！可道啊，虫寇追之方可胜之，这北坡之虫耐寒，现在天凉，向阳之虫不可与之作战，现在不是打皇军的时候啊，大人啊！满嘴歪理胡言，而愚顽不改，胸无点墨，游戏青春，真可谓声色犬马，荒谬之极。我跟你说，你是不可造就之徒，给我打！Thank you.
倒是先把我们放了啊。就是啊，爱卿，他们俩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皇上，这是考生贾似道、赵小烈，他们有悖圣意，违反了考场秩序。莫不是考试作弊，弄虚作假？贾似道更是胆大包天呢、啊。皇上让学子写出解围之策，可是他大谈捉虫养虫之事，在考场上居然做起了蟋蟀精。蟋蟀精，正是。那他呢？他更是满嘴亡国之论，一派胡言呐、啊！这是他的大事论。奉劝皇上审时度势，顺应历史潮流，大开城门。这出题让考生们做越州解围之策，他们两个人另辟蹊径，有想法吗？不过你们所谓大事论，朕不感兴趣。朕贵为天子，国运民运寄于一身，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。你那个什么蟋蟀精倒是蛮有意思的，这一会儿一定要好好的细读一番啊！你们两个起来吧。哎，好。你们还不赶快谢谢皇上啊？谢谢皇上。本贡生赵小烈被打得太狠，手脚不能动弹，起来身体不宜下跪，请皇上恕罪。住口！见了当朝天子，为什么不下跪啊？行了行了，郑爱卿，不要跟他们计较这个了。好，起来起来吧。嘿嘿。